下五千年史一九七三年，浙江绍兴的一座林场在山地划分界限时，突然在附近隐山上的一个断面上，意外发现了人工堆筑起的夯土层。要知道，当时的印山只不过是一座人员稀少的荒山而已，又怎么会出现防护古墓用的夯土层呢？ 很快，林场人员就将这个发现报告给了绍兴的文物保护部门，在派出调查小组多次进行了勘察后，发现这很有可能是一座大规模的越国贵族古墓，当然也不能排除是越国王陵墓。由于当时的考古技术水平不够成熟，文物部门就把印山列为重点文物保护中心。 只等待到恰当的时机进行挖掘。随着时间的推迟，文物部门开始对这个古墓的保护放松了起来，这就给了一些盗墓分子可乘之机。一九九六年，文物部门发现印山上已经出现了三个现代盗洞。得到消息后，考古专家第一时间内就赶赴了现场。经过调查，发现三个盗洞。 顺着封土的走向一字排开，互相之间的间隔大约有十米。位于中间的盗洞让在场的几个专家都大吃一惊。洞口周围堆积的大量的青膏泥与木炭，这不禁让众人怀疑盗墓分子早就进入了墓室。虽然墓室里面的具体情况他们并不清楚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，盗墓分子。 已经对这个墓地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。通过盗洞的深度与散落的泥土判断，这应该是当地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深土坑墓——印山大墓。从现有的情况来看，研究价值特别高。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盗墓分子造成的损失，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，考古代号为“印山 M 一”抢救性挖掘行动。 在绍兴紧急启动。印山位于绍兴市的西南的方向，整座山的高度就只有二十多米，这为挖掘行动提供了不少便利。而大墓就位于山顶的之中，考古队也是第一次挖掘这么大规模的古墓，在场的许多人都兴奋的不得了，一部分人却担心。 盗墓分子已经把里面的文物一扫而空了。勘测地形时，专家们很快就发现了印山周围一个奇特的地理现象：山脚下有一个宽阔规整的 L 型壕沟，看起来已经存在了很久的样子。对照地图一比较，其他两个地方也存在壕沟，只有西北角方向什么都没有。 经过实地考察，发现西北角的壕沟被村民们当作水库蓄水，就没有出现在地图上。四个壕沟的位置与布局十分的规整，分别在四个方向把印山给围住。根据考古专家们解释，围住古墓的四个壕沟就是黄壕，是用来表示墓地界限范围的标志。环绕印山的黄壕。 与陕西秦公大墓的黄壕极为相似。一九七六年，陕西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的考古发掘中，曾经发现过类似的黄壕设施。黄壕另一个方面还是王陵的特征。同一历史时期还出现过其他相似的陵寝。这在两千多年前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，只能证明现在发掘的印山大墓。 极有可能是一座越国王陵。发掘工作陆陆续续进行了四个月，主要面对的还是巨大的封土工程。经过实地测量，整个表面墓室的长度达到了七十二米，两侧宽度将近四十米，中心最高处为十米。在史料《周礼·春宫》《种人》有这样的记载：“以绝等为秋风之度。” 与其数数，意思就是封土的大小，往往象征着墓主人生前地位的高低，是区别墓地等级的重要标志。按照现在的规模来看，这个印山大墓的确是一个王陵墓。既然墓地规模已经确定了，那接下来的就是清理封土层了。考古人员这才发现，这座大墓的封土并不是简单的堆砌而成。 而是有着多层紧密的土壤进行夯实。在封土清理到两米半的深度时，一件木质工具突然吸引住了大家的注意。工具长约一米八，整体形状保存的十分完整。通过研究证明，是用来夯住封土的木杵。这个工具的出土，让考古人员对于即将发掘的墓室充满了期待。 随着考古工作逐渐地向墓室推进，还出现了青灰色、粘性很大的泥土层，这就是在江南古墓中常见的青膏泥。它是一种结构非常细的粘土，烧干以后，青膏泥就会变得十分结实，别说雨水进不去，就连空气也难以进去，可以到了很好的密封隔绝的作用。 很快，另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情况出现了：，印山上的除了盗墓分子留下的三个盗洞外，又发现了其他七个巨大的盗洞。这七个圆形盗洞也依次排列着，最大的一个盗洞直径接近了十米，很有可能已经打通进了墓室。这种大规模的盗墓必定会给墓室带来极大的损害。 刚刚还满怀信心的考古人员，这下算是彻底的绝望了。本来现代盗墓分子就已盗过一次了，没想到就连古代的盗墓贼都没有放过这所陵墓。不用想，也知道里面的文物基本都被盗走了。里面能剩下一些漏网之鱼，就已经很不错了。由于七个盗洞早已经被填充得非常结实。 根据现场遗留下的盗墓工具，可以推断出，大约是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末期就被盗了。三国时期的曹操虽然是盗墓行业的祖师爷，但并不是最早的盗墓者。史书上最早记载的盗墓者是春秋时期为报家仇而开棺辨尸的伍子胥。就连西楚霸王项羽也是一名盗墓者，他还曾打过秦始皇陵的主意呢。 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。考古界流传着“十盗九空”的说法，许多考古人员都对发掘工作做好了最坏打算。可古代盗墓贼的出现，依然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打击。重新燃起斗志的考古人员，在青高泥下发掘到了一层厚厚的木炭，这跟最初的盗洞口留下的木炭完全相同。 还呈梯形覆盖在整个墓室表面，无数细碎的木炭铺设得特别结实，还可以把各种虫类都全部给隔绝。接着，木炭层底下还覆盖着一层树皮，这时木材最外面特别包裹的树皮，全都被削成了薄薄的瓦片一样。虽然只有二十厘米的厚度，但足足铺设了有一百四十多层。 要知道，浙江所在的南方常年多雨，气候也是闷热潮湿。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，越国人就知道了水对墓地所带来的巨大危害性，还会加速墓室与尸体的腐烂，所以他们就用青高泥、木炭、树皮三种结构严格的防水保护层。假如真的有水渗到墓坑里面， 首先就是被青高泥给挡住，剩下小部分的水还会被防潮吸潮的木炭隔绝。万一木炭也抵挡不住，最后还有一百四十多层树皮做防御，可以让渗进来的水沿着斜坡状树皮表面排向墓室的两侧，这才让如今的考古工作在墓底中没有发现任何有积水的现象。 再加上最外面的一层夯土，实际上一共有四道的防御措施，在防水、防腐、防虫方面做得相当科学。而如此大规模的防护工程，就连当时许多富有的王公贵族都难以做到这个程度，足以再次说明墓主人的身份究竟有多么尊贵。经过了七个月不断的考古发掘，整个墓室的真正面目。 才赫然出现在大家眼前，整个墓室分成三段，都呈现出了罕见的等腰三角形状。这类墓室在中国属于首次发现。夯土、青高泥、木炭、树皮构成的防护结构，有效的保障了墓室历经两千五百多年后依旧依旧完好如初，不禁让我们见识到了越国人的智慧与高超的技艺。 这所越国王陵在经过了多次盗墓贼洗劫过后，其中还遗留下来许多文物，也不得而知。清理完墓室的外围后，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该如何进到里面去。此前因为盗墓贼打穿防护层进入到了墓室内，造成墓室的主要结构遭到了严重破坏。经过盗墓贼所造成的洞口。 考古人员成功地进到了墓室里面，可里面的景象不禁让人感到触目惊心。整个墓室除了一小段空间外，其他大部分都填满了厚厚的泥土。而泥土之下到底会不会覆盖怎样的宝物呢？又会是哪位越国国君长眠于此呢？一切答案都在慢慢的揭晓中。清理三段墓室的过程中。 考古人员的心情越来越觉得沉重。为了防止倒塌，他们一边仔细地清理泥土，一边用钢管支架将墓室两侧进行加固。清理到墓室东北方向时，忽然出现了装尿素的编织袋与白色手套。考古人员经过反复鉴别，确认了这是现代盗墓分子留下的，说明他们之前趁着文物保护中心不够重视。 已经从洞口倒进了墓室里面，现在这些考古人员只有干后悔的份儿。一九八二年，在印山东部四公里处发掘出土了绍兴三百零六号贵族大墓，整个墓地面积是印山大墓的十二分之一。虽然也被盗墓分子光顾过，可里面却发现了青铜房屋模型跟其他许多精美的青铜器。 所以，考古人员仍然对遭到洗劫的应山大墓抱有特别大的希望。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，青铜乐器是夏商周三朝的重器，是几乎所有先秦时期大墓出土的常见陪葬品。可到了应山大墓中，墓室被考古人员翻了个底朝天，仍然没有发现任何的青铜乐器。 这种奇怪的现象让考古专家们十分不解。就在墓室的北侧，终于有人惊人的发现，两件精美的玉器由黑白两色的玉料雕刻而成，其中一件已经断裂成三节。两个玉器都是龙首状的钩子，上面都雕刻着许多精细的花纹。从造型与各种迹象来看， 是用来插进木结构里面的玉钩，是用来挂青铜乐器的。这就说明墓室中曾经存在着大型青铜乐器，只不过全都被盗墓贼偷走罢了。整个墓中最令人惊人发现就是一把玉剑了。可惜的是，当发掘到它时候，剑身已经断裂成了五节，分布在墓室的各个地方。 经过对比发现，玉剑的造型与楚墓中出土的越王剑极其相似。在整个春秋时期中，越国锻造兵器的能力领先其他国家一大步。连中国古代铸剑的鼻祖欧冶子也都是越国人，就是因为他也铸出第一把铁剑龙渊，才开创中国冷兵器的先河。鲜为人知的是。 另外两名铸剑大师，木邪是他的女儿，敢将则是他的女婿。欧冶子还曾给越王勾践铸了五柄宝剑：震卢、巨阙、圣邪、鱼肠、纯钧。所以这次玉剑的出土，显著的为印山大墓增加了一些分量，还充分代表了越国顶级锻造技术。随着考古发掘工作。 逐渐进行了到了尾声，对于墓主人的身份，大家都抱有了极高的期待。再加上墓室内就剩下独木棺没有打开，说不定里面还有极其精美的陪葬品呢。独木棺被发现的时候，表层的油漆还涂得十分完整。独木棺是由一根巨大的原木雕刻而成，一半作为棺身，另一半则作为棺盖。 棺身巨大的尺寸超过了以往发现的记录。专家们经过多次商论开棺方案后，终于打算揭示墓主人的神秘身份。准备掀开棺材板的那一刻，在场的所有人员都屏住呼吸，想要见证这即将震惊考古界的一刻。棺材打开后，的确震惊了整个考古界，原来里面竟空空如也。 墓主人的尸体早已不翼而飞，更不用说什么陪葬品了。这些都为整个考古行动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。盗墓贼为了打开紧紧密封着的棺材，就把木棺的一个角都给锯开了，把里面的一切都掠夺走了，就连墓主人的尸首都没有放过，让这个巧夺天工的木棺损坏十分严重。 而想要制作这个巨型木棺，所采用的树木生长年限至少要走两百年以上。工匠们把木棺由内而外涂抹上了一层厚厚的油漆，整个棺椁极其的精美。除此之外，整个独特的三角形墓室建造的技术十分高超。可遗憾的是，墓主人对于防盗措施缺少重视，这就给了盗墓贼。 趁虚而入的机会。另一方面，关于墓主人身份一直没有下定结论。在查阅诸多的史料，并结合现有资料来看，墓地的主人是一名越国国君，只不过并不是越王勾践，而是他的父亲越王允常。因为生活在春秋末年的越王，就只有允常和勾践，而勾践曾在独山为自己修建了陵墓。 从七个真实盗洞分布的情况来看，全部都排列得井然有序，竟然还与墓坑的方向完全吻合，无一例外地打入了墓室内，相互之间并不干扰。再从几个开口巨大的盗洞来看，不像是单凭几个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就可以做到的，这显然是有人在背后故意指使。在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 有着这样的记载：王翦遂定荆江南地，降越郡，置会稽郡。会稽就是现在的绍兴，意思就是说，王翦平定了长江以南的土地，是越国的君主降服，并在那里设置了会稽郡。而秦朝在收复越国后，秦始皇还怀疑那里有天子气。 为了防止强悍的越国人民东山再起，就对印山越国王陵行了政治性的盗掘破坏。从风水上来讲，就是把越国的龙脉破坏掉了，连越王允常的尸首都没有放过。至于里面的珍贵宝物，很有可能都在秦始皇的陵墓中。印山大葬作为迄今为止经正式发掘并被确认的。 第一座越国王陵规模宏大，形制独特，充分显示了越国王陵制度的各个特点，不仅对越文化考古有着重大发现，还是推动越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。